上光阴在梦里沉醉，多少故事就已化成泪。冷静，冷静好吗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你要钱吗？把养老金还给我！我把钱给你，我把钱给你，不让我杀！这就是你的钱，不行，给你！快点，把他带走。约翰，放过他吧，他已经够惨的了。桑玉，文文，桑玉，刚才多危险，你老逞能。没事儿。不过你真的好厉害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马上出发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刚刚不跟你说了吗？拍封面。现在？小雨，以后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什么意思？不回来了？你知道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放过的。其他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那我们呢？我想冷静一段时间。
不是我得跟你说明白一件事啊。你知道想做模特的人从 Vegas 已经陪到纽约了。李小雨，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。那你就去 LA 啊，你去洛杉矶艺术学院设计专业做施耐德的学生不就完了吗？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，上班下班吃饭睡觉，生活就不该是这个样子，总该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不跟你说了，Sam来接我了。Sam，Sam，塞姆卡特。经纪人那里 ，OK。谢谢你 ，Sam。这太棒了。Sam， 照片我看到了，不错，非常满意。嗯，是吧？太好了。嗯。很高兴你喜欢他。目前看是最好。干得不错，非常感谢伊万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再见。阿里斯托，我的好弟弟，你们赶紧去赌场告诉达莱尼，这次可千万别像上次一样给我搞砸了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听清楚了，我会搞定的。听着，你要相信我，伊万。就这样。大姐，我哥哥伊万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，他让我们马上去赌场接走一个塞姆盯上的女孩。新的女孩，新的任务。哎，那普朗克赌场的老板怎么办呢？我以为伊文想让我们尽快把他干掉呢。那个赌场老板胆子也太大了，他以为能背着伊万偷偷的抢走弗朗西斯科。你知道吗？伊万特别生气，看来他是不想活了。是。把东西准备好，明天我们去图桑签合同。很快。弗朗西斯矿就全都是我的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Ben，这一次我们全靠你了，你可千万别掉链子。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应该是你们克雷斯帮的叛徒。你应该拿枪把我干掉才是。没错，你确实该死。你把上次那个女孩弄丢了，她已经怀孕了，送去你也卖不掉。
你应该感谢我们才对。你说的对，本来伊文是想让我们杀了你，现在你只需要帮我们完成这次的重要任务，那你就能在伊文面前立个大功了。真该死！赢了。泉下。放大他的房，把袖口放大。李，我终于抓到你了。老邱，你狗改不了吃屎啊！这保安一直在找我麻烦。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我头上有监控，有四个监控。混蛋！没那么严重吧？这一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死了。前两天有人说在大街上看见了你，我以为你消失了。你拿了我的钱，找都找不到你。欠你的钱，我会还你。哈哈哈哈，老东西。哎，但是今天，算我再欠你。亲爱的文官，我为了你这个机会，真的是非常的努力。谢谢你，赞姆，真的。嗯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我相信你一定会的。嗨，宝宝。这就是我们的老卡尔干。瞎说什么？老卡尔干。Sam， 他是外国的，杀虫子的，因为我后面有虫子，他要把他们杀死。嗨，咱们到后面说好吗？啊，这个现在的工人非常没有礼貌，我们等一下说啊，好吧？好。想对我解释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明白。李，你用过瑞士军刀吗？汤姆·克鲁斯在电影《借刀杀人》中扮演的银发杀手用的就是这把刀，它强大。你们记住今天，我别什么干，特殊的一天，记住，记住啊！刀刀刀刀！
一出现，我都跟着倒霉。你说你是不是有毒？这是你要的赌场门禁，咱们两清了。等，我说两清才两清。是啊，真没那么容易两清。你最爱吃的。就让他去上班吧，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是你叫他来的？谁啊？不会偷着跟他联系的，这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这就好啊，他要是联系你啊，你千万别理他，不能再给这种人机会了。啊，吃饭吧，啊，多吃点。当然多吃。早上好，简宁医生，你今天有十二个预约。好的，谢谢。詹妮，红英和已经入住普朗克赌场酒店。你期盼已久的机会来了。如果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是认真的，那么就请行动吧。你好，我和中国来的洪银河先生有预约，能告诉我他住哪间房吗？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抱歉，女士，房间里现在没有人。没关系，我以后再来，谢谢。Thank you.
记者，我现在进入红银河电脑了，你要我找什么证据？你居然还会破解密码？怎么做到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只要是和银河集团财务相关的文件，都给我拷贝一份。我还是很好奇，你怎么破解密码的？他用了我的生日，行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老红，你看什么呢？难得你有这份心，还不是因为你啊。不过以我对苏老师的了解，他是绝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。他不让父亲见女儿，难道要恨我一辈子吗？哎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走吧，你小心点儿。行行，慢点儿。九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告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除了钱，咱们什么都可以谈。嘿，宝宝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就在这儿，你疯了吗？谁让你当着他的面说我的事？我怎么了？你叔怎么了？他就在外面。好了，朋友，淡定点啊，淡定点，行吗？我们只需要把他送给伊万，然后我们就能拿到关塔梅奥 Smacker Rose。你今天为什么要说西班牙？因为干完这一篇，我就要去墨西哥了，兄弟，知道吗？我只要我那份 Quinta Percieto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咱们得马上再说了，他会听见了。要那份钱，说了别。啊，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是现在请闭嘴，听我说。追求梦想吗？小雨，你现在快点过来救我！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听到 Sam 和一个西班牙人说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，还提到了分钱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来的时候路过了邮政路，远处就是百乐宫大酒店。不，你窗外有什么？你现在告诉我。对面是两层楼的灰色房子，还有两家咖啡厅，还有一个甜品店，其他的我也看不清。文文。你在那等着我，哪儿也别去！快把微信定位发给我。文文，文文，你谁啊？我见过你的照片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的名字。该死！不是说好了要把他送到赌场交给阿里斯托他们吗？怎么回事？宝宝，你到底干了些什么？我说过不要在我的工作室里乱搞。闭嘴 ，Sam。是你给我打的电话，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。那还也不是在这儿了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，行吗？怎么办？我的天！你别慌 ，Sam， 看着我。你看着我，给我他妈冷静一点儿！我的女朋友被人绑架了，在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附近，可能是甜品店，也可能是咖啡店附近，我真的不清楚。别冷静，
具体地址是什么？你们能查一查吗？不。哎，会不会开车？对不起。老邱，你在哪儿？我跟你说，文文被绑架了。文文真的被绑架了，我没有骗你。住在这儿这么多年，我也不知道被……哦，天哪！该死的仨！Sorry, you okay? Fine. 你怎么开车的你？中国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这是我名片，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有任何情况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抱歉啊。天哪，那个怪胎又来了！喂，小天使，就是那儿。简医生有麻烦了。抱歉啊。给我听着，你最好现在乖乖的滚回来，否则你们两个人都得死。说到做到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邱，是文文的电话，我给他电话报警，报警，这不是我电话，不是你电话。
喂。喂，李小雨是吗？啊，咱俩手机好像拿错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刚才撞车的时候我们拿错电话了。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碰个面？如果你有什么条件的话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任何条件。我现在确实有事脱不开身，我比你更着急拿回我的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刚才我接了一个你的电话，里面的人说好像杀掉你和一个叫文文的女孩子。什么？谁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好像你跟什么打架了。我们在普朗克赌场门口见面。行。老兄，约翰把文文抓走了，跟我去赌场。赌场的人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约翰，约翰，救我！约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文文在哪儿？啊？我老婆，你们想要钱吗？钱买不来所有东西，也买不到弗朗西斯矿。弗朗西斯矿，我可以把弗朗西斯矿给你们。现在闭嘴的话，你还能多活30分钟。这里发生了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！文文在哪儿？约翰，文文在哪儿？我老婆。我女朋友被绑架了，和运输管理局确认过了，你女朋友正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，她没被绑架。不，你在说谎。看来你好像被甩了。你要是能说中文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女朋友被绑架了。带走。我在电话里听到了，她跟我说了，她被绑架了。你现在说的吗？都是胡话。你就在路上留意一辆车牌号是236SWZ 的汽车，咱们有个中国女孩被绑架了，应该就在这个车里。哎，我今儿晚上要晚一点回去啊，
附近啊，咱们中国女孩失踪了，被带上一辆车牌号236SWZ 的汽车绑走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，你说咱们中国人再不帮中国人，那还能指望谁啊？我得啊，帮他们找找去。可怜的女孩。车牌号236SWZ。我们发动大家一起帮忙找一下这辆车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转发一下这条推特吧。喂，张峰，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在群里求助要找一辆车吗？我刚刚接到举报，有人看到那辆车牌为236SWZ 的汽车。在哪儿？那些蠢货还以为他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。在赤松街和纽特街。那离我很近，我这就过去。好，那你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靠近他们。没到。嗨嗨，你看我们像是出城了吗？应该还没有。我们本来应该在赌场交接的，结果他们搞砸了，现在我们必须出城。我们能准时到吗？还没到10:30呢，别紧张。